后这首调整呼吸的歌。对。哦，要喝喝水，喝水。那个 beatbox 的那个唇齿之间。啊，谢谢。他刚刚太多那个喉音了，怕那个喉咙会受伤。热身而已呢。哎，好来要、哦、好来要 PK， 然后等下全部都玩这样子，走变摇滚，等下我去挖一下。好，那这首歌呢是真的很久，这首歌真的超久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写完，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写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爱爱爱》，然后它有几段我们等下会教大家，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。好，这首歌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呼吸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好像是说我爱你。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好像是说我爱你。刚刚有没有听到那个有没有？我等一下请那个我左边手手边的爱子做示范，然后大家记得跟我一起调整呼吸 ，OK？ 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爱子？哎，这样也可以。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接下来换芝芝。好的。我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拥挤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哎，怎么倒抽？最后那气喘了。拜。好像是说我。接下来换大家，你们的呼吸声一定要把这个上面的那个帐篷把它吹开，有没有？好的，彼此都要闻到彼此的味道，哎。说爱爱爱，似乎有一点勇气，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去？说不出最后那一句对白，好像是说我爱你。Yeah, yeah, 这个呼吸没有特定的节奏，就按照你。哎，每个节奏都是自己选择，不要顾虑别人怎么唱着。Yeah, yeah, 呼吸呼吸啊。呼吸，只要呼吸，呼吸到阿里山去啊！好，阿里山的空气。哎，阿里山，阿里山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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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首歌每次都被接到阿里山。阿里山的，阿里山的，阿里山的。接下来带着这首歌空气，接下来要一点节奏，对不对？要，这个时候吉他就要交给他了。好。是，你说说看什么故事？我现在想一下，今天有放鞭炮，对不对？有，还有风。哎，对，有风，有鞭炮，还有什么？有芝芝，还有艾斯。哎，来，好。呀呀，我说话吧。今天往常吹的风带一点凉意，还有闻到一些鞭炮的味道，我以为是芝芝在放屁。哎，开玩笑的，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活动。其实是你讲不出来而已。对，今天芝芝先开场。怎么开场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今天难得来到这里，我从台中坐火车到台东，我是台中中山医学大学刚毕业的失业人口，怎么办？哦，现在我该讲什么？我们只能说，我们想到阿里山，看看外面的空气。哎，就这样。
欢迎来来到台东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喜欢这边的空气，这边的土会黏人，就像兄弟一样爱酒，有很多人在外面一直不敢进来，为什么是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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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于是我带大家到嘉义，我们开着车来到嘉义，一路上有很多风景，但是我从不停靠，因为我有我的目标，有我的梦想要跟之之前进，右边有一个爱死爱死是超强的赛车手，他会边开车边弹吉他，我开玩笑的，这样还有问题哦。山路一路弯，我跟芝芝啊，左摇右摆，前后前后啊，不小心就会吐出来。于是我们慢慢靠近嘉义，往山上走，有一个小火车，我们搭上小火车，慢慢的经过那一道森林，旁边的树木怎么样？非常的巨大，比你还大。对。然后芝芝一样还在吃茶叶蛋，我们边走边走边走，走到一个暗巷，哎，前面有一男一女，我们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跟芝芝说我们去跟他们说一声 hello， 我们说嘿，他们慢慢转身慢慢转身，我们还是认为是这样的。45度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还是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是。Two three go， 阿里山的小鸟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题发生了。哎，于是他们的正面迎向我们而来，我们当场震下主机。碎了满地，哎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这样，不是啊，阿里山的姑娘壮如山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娘娘腔，啊，讨厌。这个全部都是骗人的，骗人的，骗人的。其实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唱原版的，好不好？原版，原版。这个故事啊，今天太长了，真的很长。我一直很想要接，可是我的脑袋今天好像有点卡住。太卡住，因为我今天被鞭炮吓过很多次，有点失魂。哦，好，我们是芝芝与文秀，哦对，小鱼班。然后今天啊，就还蛮特别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哦对，因为今天是我爸爸生日，然后我爸爸有在现场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帮我唱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他从来没有过这样子，他是一个很固执，然后很死板的先生。然后在家里喜欢穿那个外面的拖鞋进来家里，然后不爱关门，都会跟我妈妈骂。好，那还是，其实我算了啦，我也没有那么煽情。爸爸生日快乐啦！耶、yeah. ，很直接，很有爱。Happy birthday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我要来。要认真唱这首歌。对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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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英文版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girl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好，那爸生日快乐啊！我比较害羞一点，我怕我等一下会不知道去哪里。
大家，我们是芝芝，我是文秀，我们是 Robinton， 我们的名字路边摊，英文中音译啊。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是最后一首歌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要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一起作弊。